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每当提到奢华高端的项目，肯定会以当地的特色景观相接，而这种特色的景观大部分又与当地特有的自然环境相关。人们驻足在这个项目上，能够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丽，同时也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，相信这是每个人心中的盼望。我们希望此项目不仅给住户，也同时能给当地居民与所有与项目相关的人带来益处，享受到此项目给大家带来的快乐。那么答案就是把大型商场与两栋住宅楼相结合。这个项目之所以命名为 Iconsiam， 是立志把它建成新的国家性标志性建筑。Iconsiam 主要是由大型商场和住宅两部分组成，大型商场又可分成两个部分，一部分主要经营零售业态，而另一部分则以奢华品牌为主。本项目将创造旅游市场的新形态，也会成为曼谷的新旅游景点。把 Magnolia Waterfront Residences 的住宅项目与大型商场相连，定会给本项目的住户在生活上带来无限的便利和舒适。此项目十分让人惊喜的是高档奢华建筑与豪华住宅，而紧邻的就是能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大型商场。所以这个项目就是把便捷与奢华相结合成的一个完美的地理位置。这个项目的定位更超乎想象的把泰国和世界的最优元素相融合。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，如果我们游船沿河往北走，不管是白天或者夜晚，都会看到不同的美丽的文化建筑风景，高档酒店都集中在这儿，算是美丽景点中心之一。因为土地面积较大，所以能给开发商塑造整个环境融入到视野里。当您到这里居住，不仅塑造您所拥有的楼房或者您需要的建筑风格，而实际的环境与您想象的标准是一致的，这种组合非常罕见。箭头型建筑，或者我们叫 Charon 的来源，是我们希望每个房间都能看到河边风景。根据研究发现，这种形状的建筑使每个房间没有互相挡住对方的风景，大家都能享受河边风景。可以说此项目是每分每秒都能享受河边住宅风景最漂亮的豪宅项目，这就是我们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实现的主要目标。经过调查，我们把人们在河边居住的常见生活方式，如钓鱼、撒网、捉鱼、泰国风味建筑或者房子，把这些结合到我们的设计里，撒网形状也加到吊灯设计稿的一个部分。吊灯是我们项目里的主要角色之一，可以说这种创造是把国际化和泰国化结合而成的。关于颜色，我们使用比较单色类型，因为单色看起来感觉较中性，不会让人们的视觉感有很大差异。当我们走到房间看河边的风景或者屋外的风景时，都会令人觉得这是房间里的主要艺术作品。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有机会把高档意大利品牌厨房设备 Arena 和德国最好的品牌之一 Hans Grohe 浴室设备介绍给大家。
Hans Grohe 由世界著名设计师开发，包括生产技术和节水技术。刚才所提到的产品是我们在 Magnolias Waterfront Residences 项目中所使用的。因为土地面积较大，所以能给开发商塑造整个环境融入到视野里。当您到这里居住，不仅塑造您所拥有的楼房或者您需要的建筑风格，而实际的环境与您想象的标准是一致的，这种组合非常罕见。此项目由三个十分强劲的合作伙伴组成，正大集团、 Magnolia 集团和 CMPY 集团。同时此项目也得到包括开泰银行在金融方面的支持，使我们更加相信此项目肯定会顺利完成，希望会成为泰国的标志，这个希望也肯定会实现的。 Iconsiam 项目是曼谷最精美的宝石，我很肯定地说此项目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。为了创造最好最特别的项目，我们的工作团队都是每个行业内的精英人士，这不仅是为了我们，同时也是为了泰国人，为了泰国。